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猫猪台语安尼写猫猪，用手猫人的身躯，像猫人的过人卡，也即是猫人的腰身。啊，咧讲猫的讲时阵，发出着滴滴滴的声音，就是在把人家搔痒的同时，发出滴滴滴的声音，就是猫猪。先说讲一个过人卡，华语的腋下胳肢窝。台语就是过人卡，过人卡有诶地头讲啊做过下空，过下空。回头过来讲猫猪，我真惊人搞我猫猪。啊，咱吼那看迄幼囡仔真古锥，要甲人好笑，拢是用这部甲母猪。这个母猪哦，就是猫猪。啊嘛，直接用单字字猫，搔痒就是猫。有一句俗语，掠一尾虫放伫个尻川猫。就是无代志找代志，家己甲家己找麻烦，就是华语的作茧自缚。啊，嘛捌听人讲过哦，讲惊猫的人较有情，查甫的惜某，查某的疼翁，嘛唔知有影无。今仔日的代志是猫猪，实在真趣味。